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谈谈国画彩墨菊花。画菊花有什么必须要领会的章法呢？现在我们一边画一边领会画国画彩墨菊花的一些章法，找出画彩墨菊花字的窍门。画彩墨菊花通常用攒顶形，结构上有宽肩花瓣，勺状的花瓣，
可以用淡墨来勾勒花瓣，画菊花的花瓣笔法要厚重，行笔要果断，主要用中锋。有连也有断，花瓣相错位方向有不同，外瓣须伸展，参差墨对称，墨色深与浅根据花色定。画好了菊花花朵，就来衬托菊花叶。画菊叶的秘诀是画菊叶以墨色，用笔侧锋点，圆中有方形不同，有提有按要果断，三五片叶子连成片，有疏有密有重点，叶子墨色不可平，应分干湿与浓淡，有虚有实有破散，根据动势来做构图，繁简搭配也美观。添上必要的枝，点台提神。待叶面半干后，用浓墨勾勒叶脉，这时候菊花花瓣的墨色也干了，可以着色了。黄色的话用藤黄，笔尖蘸一点的红色，着色都不要填平。
谢谢您的观看，如果您喜欢，请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我们将制作提供更多的绘画视频与大家交流，谢谢。